受。因为呀、啊，那个我孩子他都是七信主的。啊 ，OK。啊，然我觉得，哎，我的那个第二孩子啊，他脾气有点坏。啊。以前他还没信主的时候啊，他每次啊，不知道气我什么都不跟我讲话。然后来他去信主了，我觉得他脾气改了，我这好像又捡到一个儿子啊，然后所以我就跟他去教，以前去跟他去那个教教啊讲，然后来就跟天意来做。谢谢 ，OK， 好好，谢谢。